稍微蹦一声哦，因为它还是有一点点的高度。只是呢，我们呢在这里面不是说平这个一两千公尺那种感觉，你就不会有太大的那什么不舒服啊。只是耳朵还是稍微有一点压力存在哦。我们这个整个日月潭的这个表面积啊，大概有八平方公里。对，那整个环湖公路呢，有一次我的十几年前司机走错路，把我整个日月潭环湖公路走了一个半小时，迷路。我就说恭喜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日月潭全部绕完了。对呀，这庙有没有看到？五火师赠送的那两个红。